原标题：波普艺术手作体验传统手艺古招边货。2018海峡奥体中心跨年夜，你喜欢的这里都有。你是自拍狂吗？你是文艺青年吗？推荐一个好去处给你们。2018海峡奥体中心跨年夜，波普艺术手作体验传统手艺古招边货，你喜欢的这里都有。现在不妨跟奥利奥一起来逛逛波普艺术展文创集市。波普艺术展，波普艺术打破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，让孤芳自赏的作品重回生活。这一次我们引进了三圣国际中心的那又怎样波普艺术展，15分钟成名物。在这里每个人都有15分钟成为明星，你就是焦点。波普最绚丽的撞色变成名利的背景，衬托出最好的你，是最精明诠释前第几次许下发财的新年愿望。在这里你可以梦想成真啦，安迪沃霍尔的私人宝库为你敞开，快来实现2018第一个1亿小目标吧。踌躇满志留言板，无论2017有多丧，2018你要胸怀希望，怀抱梦想，来这用热爱生活的热烈宣言告别2017，向2018发出挑战。平平凡凡那又怎样，2018重新来过。三十单身那又怎样，2018最好的我，坚持倔强那又怎样，2018我不一般。欣欣向荣文创区，新年总需要焕然一新，总有什么需要更新换代，来淘一淘，买个福袋，没准是个上上签，花一点点钱就能收获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。罐头追捕令，2017年要结束之时，波普金宝汤罐头跑出艺术馆，个个都玩疯了，快抓住他们，只要套中相应的罐头就能获得波普吃货冰箱贴、波普胶带、波普封笔记本、波普帆布袋，为你撑腰抱枕、波普明信片，快来大展身手吧。拍照抽奖区，波普艺术展简直就是自拍打卡的圣地，卡卡卡，现场拍照晒图即获得抽奖机会，抱枕、笔记本、冰箱贴、胶带、明信片的新年大礼，100%有奖哦。手作体验借一段时光，在敲敲打打的声响中感受时光慢下来的痕迹，用一块皮做一只经典耐用的钱包随身携带，或亲自 DIY 一款他喜欢的香薰，也或裁一片布，用天马行空的想法装饰，匠心文化传递手艺的温度，和你一起来当生活的手作者，来随意发挥自己无尽的创造力吧。 IFUN 亲手 DIY 香薰，为小伙伴们制作独一无二的新年香氛，三星手作制作有趣的皮质和布艺冰箱贴，感受手作世界的美好，维护地首饰定制，用手工体验互动来实现定制珠宝的温度，制作心中的首饰，匠心手艺，他们始终保持着那份心和手的温度，将手艺物化，传递简单、质朴、自然的生活方式。坤字号皮具工作室用植鞣原皮染色，缝制出独树一帜的手工皮具。江夏陶社，福建江夏学院设计与创意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带来了他们的陶艺作品。折腾工坊，折腾工坊折腾出脑洞大开的藤制产品。蓝靛，在大气深沉内敛的断层中追寻自己的影子，将7000年的岁月的沉淀与他们年轻的血液融在一起。古招边货，那些旧时代的事物不可复制的工艺，浸染岁月注入经历的手艺，有着年月的味道，打上了时代的烙印。这里有，来淘一淘，寻找你的心头好物。甜糖铺子研究唐氏花及老猫有杀气，将古韵融于发簪，不摇让古典可穿戴，真心美丽 Vintage。 两位店主真心人的美丽是插画设计师，愿望就是走遍大江南北，把好物原创手作插画、古招服饰饰品、古董古品小物等分享给小伙伴们。原是源于喜爱，所以坚持做自己所爱，创自己所想。手工好物，每一件手作小物都凝聚着手作者的小心机，都是独一无二的，这种独特性让我们越发迷恋。素锦时，每一件作品都透着来自设计师独有的美感体验。
Mandel 小妞手作，每个女生都有一个绚丽多彩的公主梦。来着 Mandel 小妞圆一个公主梦，招财猫手工工坊，纯手工裁剪染色，设计制作小和风与古风系列发饰，时光兔小海龙手工私定，坚持以纯手工制作有设计感精致独特的小物，感受私定的美妙。2017年12月31日奥体跨年夜，来波土艺术展打卡，向2018宣言到文创集市逛一逛，体验手作淘一淘，寻找心头好物。12月31日到2018海峡奥体中心跨年夜活动入口处，现场扫码关注海峡奥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入场券。划重点，数量有限，送完即止。